啊，啲线啊，用嚟，哇，搞乜啊？哇，咁好啊，送十件波衫过嚟啊，你知啊，最中意着同一件衫噶啦，啱晒我。呢件啊星期一着，咁啊呢件啊星期二，咁啊呢咩啊？唔系送俾我啊，原来。哦，原来送俾大家做呢个新年贺礼，咁都好都好。但系大家觉得够唔够啊？梗系唔够啦，老细加码，加码。点啊？有新嘢咯喎！送咩啊？哇！送咗三只 FIBA 出嚟俾大家，梗系好啦。咩啊？梗唔够啊？喂，老细唔够喎，群情汹涌喎，加码八八八，加码八八八，加。哇！呢个真系够料咯。十万不 point 就哇，大家都满意啦嘛，系嘛？哎，多谢老细先。咩啊？唔系咁易送出去，要我接受两个挑战啊！完成咗先至可以派到啲礼物出去啊！睇下第一个咩挑战？原来第一个挑战咧就系唱贺年歌，唱歌我最耍家啦，有几难啊！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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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一朵迎春花，花开每一家。好一朵迎春花，人人都爱她。唱得非常之好啦，系嘛？第一个挑战，相信大家都觉得我顺利挑战成功噶啦，冇咩任何意义啊！啊，话鬼啊 ，encore 系嘛？喂，迟啲先啊，做埋第二个挑战再 encore 嘅。咁啊，第二个挑战咧，做啲咩啊？吓，滴波十五秒啊！啊，滴波呢家嘢咧，我啊最耍家啦，莫讲话十五秒，我滴够十五个钟都仲得噶。我就即刻做俾你睇，滴波咧就冇话滴边个波嘅，我话唔滴呢个嘅。我其中一个滴开咧就系滴呢个，啊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啊七、啊八、啊九、十，哇用埋头顶，哎呀，哎，哇，转一个圈，攞嗱癫炉式。我滴够十五秒未啊？系嘛，轻轻松松，冇难度啦呢啲。嚯嚯嚯！啊，咁啊滴够啦。啊呢款波咧，我滴到十足把握噶啦。我滴埋呢一款俾你，又如何啊？而家即刻做俾你睇。比记零西一滴。啊！应该都有啲时间啦，饮杯茶先。加几秒啊？送多五秒过你使唔使啊？时间都咪差唔多噶啦。轻轻松松啦，好啦，两大挑战咧都顺利完成啦，咁我终于咧可以分发呢啲贺年礼物啦。咁点攞呢十件波衫同埋三只 FIBA 咧就比较简单啲嘅，就喺呢一个 post 嗰度留言咧咁就得噶啦。至于点攞呢个终极大奖啊，十万忽 points 咧，咁啊麻烦你就去呢条 link， 或者你可以留意翻个 post 嘅详情啊 ，description 咧都会有写嘅。咁啊，最后咧时间亦都差唔多啦，同大家讲多声恭喜恭喜，系咁先啦，完。